起梦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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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简单就成恁人啊呢？你袂当会计较呢？金身足贵的哦，袂当来插。哦，是好哦。对啦，就蟾蜍那种害虫啊，一盖就回死。卡变了，叫嗡嗡嗡嗡嗡没说。小弟们，哎，喜力，你哪来？还是啦，啊，我拄只伫服务台遐无看到人，我就直接处理家来啊。我是想要请问太祖爷公，啥物时阵阁降价办事？我想要问伊，爱安怎做对离开的囡仔较好？哦，你会当去蓝天蓝天宫的粉丝页哦，点关时间拢有写。可惜啦，伊讲哦，本来太祖爷公哦会当替你处理代志，想要到朝廷去考夫噶，更加可惜啦，啊，这个笨蛇哦，竟然比我更加自由自在，去外口乱乱耍，真正。你是你怪我迄天无站出来致敬朝廷？我哪有资格怪你啦？啊，不过我是有淡薄我都理解啦。是的。免费是的啦。个人作业，个人担，我相信你有你的顾虑啦。个人怎讲哦？一般人看到朝廷迄只小狗，拢蛮像。何况你是一个本来要甲囡仔嫁缘，后来去无缘的妈妈，会惊嘛真正常啦。你误会啊，迄、那个离开的囡仔不是我的，我嘛不是惊超亲会找我的麻烦，只是我对因家有较失礼啦。啊？你对超亲都较失礼？什么意思啊？我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啦，无想要讲就莫讲啦，莫为难。不是啦，我只是想想，唔知道要安怎解释。我无赶时间啊，偷偷讲，我听。小姐，小姐，星星，还是我两公叫过来，再见。啊？哎，星星，阿丽，讲到一半。本主宰，你是对星星创啥？阿老妹，你哪知遐尼紧？嘿，你安尼问有问题呢？坦率本来星星要甲我讲的心内话，怎知影你来毋是时阵？甲赶走啊！我哪有甲伊赶走？曹青有讲过啦，你哦就参就一尊大佛啦。啊，普通人看到你哦，我迄光哦就生气啊！我听无你咧讲啥。好啦，讲正经的啦。陈若星星哦，本来是有甲我讲，伊要指令朝廷是因为对因家歹势，毋是惊伊会找伊麻烦呢。